宝座型的地势、嗯、你看啊、嗯、因为它是圆形，而且是山后有山，画起来就像莲花宝座、嗯、对，所以我们这一边这一边哈、哦、而且它是全国最高海拔的草泥炭土，荷兰羊角村也是草泥炭土，可是它是低海拔哦，不是高海拔、嗯、好，我们台湾这一片，台湾只有这一片活盆地，有没有，就是这一片草泥炭土是全国最高海拔的草泥炭土。